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上讲次呢，为同学介绍会计处理程序一，好，也就是说分录、过账、试算、调整、结账、编表。那我们也介绍了分录与这个日记簿。那当然，它的这个原始凭证跟记账凭证呢，也介绍完了。所以我们本讲次呢，就是继续介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本讲次的这个架构，也就是说会计处理程序二。 那会计循环的话，分为第一个分录、过账、试算、调整、结账、编表。好，那我们的重点呢、啊，就是二跟三。好，这是我们本讲次的这个内容。那过账的话，就是要过到分类账。所以说呢，我们要介绍过账的意义、方法、分类账的格式、功用。啊，第三个是实例，举个例子说明。 第四个是明细分类账的意义、作用以及它的实例。那最后呢，我们就介绍试算与试算表。首先介绍它的意义与功能，以及试算表的格式跟编制。第三个是实例，第四个是试算表所能够发现的错误。好，第五个不能发现的错误，第六个是这个错误的更正。所以说，我们本讲次呢。 这个简单的来讲，就是介绍这个过账与试算啊，这个也算是平时的这个会计工作。首先呢，我们就介绍过账与分类账。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日记簿啊，是我们做分录，是按照时间交易的顺这个顺序啊，逐一记录下来的。那这个方法这样记录下来，固然是很好。 但是假设说我们现在马上要知道说，哎，我现在公司啊，这现金账户到底剩下多少钱，或者说是啊，我们欠供应商到底现在欠人家多少钱？那事实上日记簿啊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啊，把这个日记簿上面的分录啊，把它加以分类汇总。好，所以说呢，我们要另外啊设置一套的所谓的分类账。那这个分类账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说，根据会计科目呢，我们为每一个会计科目都设置分类账，然后接着我们就把这个日记簿上面的分录呢，逐一的把它搬到分类账，好，相同的科目，相同的金额。比方说，这个日记簿上面记载借现金一万，好，那我们就是把这笔资讯呢就把它去找这个现金的分类账。 然后一样的，把它记载在现金分类账的借方，好，然后记载一万块，好，所以说呢，讲简单一点，这个什么叫过账？也就是说，把日记账上面的科目金额逐一的原方向、原金额，把它搬到这个分类账里面，然后呢，我们在分类账里面就是做分类会诊的一个工作，好，也就是说集中来处理。 那处理了以后，就有个好处喽，就是说，例如现金，哈，现金增加呢，都记载在现金的左边的借方；那现金的减少呢，都记载在这个分类账的右方，哈。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把左方的全部加总金额，这个金额全部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这段期间呐、啊、收到多少的现金，然后呢。 这个贷方的金额加总起来，我们就知道这段期间呐、啊、支付多少的现金。好，那接着把这个收到的现金减掉支出的现金，哎，就可以马上知道啊这个现金的余额。尤其现在电脑来处理的话更加方便。我们随时啊要知道说，这个某一个会计科目现在到底多少，那只要这个翻阅啊分类账看它的余额，我们就可以马上得到及时的这个资讯。好。 这个就是过账与分类账。那我们为了让同学更加了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分类账上面的科目金额逐一的搬到这个分类账，那到底怎么搬？哈，也就是说过账的方法到底应该如何的过账？那我们举一个图表来加以说明。我们要把日记簿上面的这个资料呢，逐一的用原科目、原金额，然后原方向要把它。 过道分类账，那应该怎么过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日记簿上面的这一笔分录，例如一月二号借现金贷股本，啊，这个是一百万，这个是在记录股东出资啊，成立这一个公司啊。那这个例子来讲，同学可以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上一讲次啊，介绍这个日记簿的记录的时候已经这个介绍过哦、啊，左借右贷，然后呢，这个金额。 好处理。接着，我们要把日记簿上面的借现金、贷股本，这个介绍说如何把它过到分类账。首先呢，现金、股本，好，在分类账上面呢，必须要设置现金的分类账，再来股本也要设置股本的分类账。总而言之啊，就是说公司的所有的科目都要记载在，都要设置为每一个科目设置分类账。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怎么样过账咯。这过账呢，首先第一个，比方说第一笔，这个是借现金一月二号，那我们就把这个一月二号的日期呢，好原封不动的把它记载在这里一月二号，也就是说记载在分类账这个现金分类账的这个日期里面。那接着这个再来就是它的金额哈，那金额的话呢？ 借现金一百万，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一百万呐、啊，直接过到啊这个现金的分类账的借方啊，这个一百万，也就是说这个一百万这里就记一百万就对了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原方位，然后呢原金额把它搬移过来，啊，搬移过来，那接着这个余额以后呢？ 我们这个这个是现金的金额，接着就要计这个计算余额好，假设这个前面有借方的金额，就要相加；有贷方的金额，就要相减，来算出这个余额。所以说，我们随时啊，要知道现金的余额到底多少的时候，只要打开这个分类账啊，就看这个余额就可以马上知道了。好，这个是这个借方科目的这个过账过到这个分类账。 接着我们第二个就是贷方的科目，那贷股本，啊，贷股本的话，我们一样去找出股本的分类账以后呢，这个第二笔就是首先把日期啊把它记录下来，接着这个贷股本一百万，贷股本一百万在日记簿上面是一百万，那我们就是一样的原方位，啊，原金额。 就把它记载在这个股本的分类账的贷方里面，也是一样，一百万。好，那接着这个是余额，要把它计算出来。好，这个一跟二就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就是说借方科目、贷方科目，好，它的这个过账过到分类账里面来。接着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要做索引的工作。 也就是说，例如这个日记簿，这个日记簿是 A one，那 A one 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页次啊，要把它记载在分类账的日页里面，写 A one，这个一样是 A one。那这样子写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将来啊，我们在分类账上面，假设说要找出说，哎、欸，这一笔交易一百万呢、啊，这个借方金额一百万，到底是？ 从哪里来的？我们主要是去找日记簿的 A one，就可以马上索引到这一笔的这个日记簿上面的记录，就可以很清楚哈。所以说这个有交叉索引的这个作用。再来第二个一样的第四第四点呢，就是要把这个分类账上面的这个号码哈，比方说现金分类账是这个第一页，股本分类账是五十一页哈。好 那这个页码呢，就要把它编到日记簿的内页里面。那内页啊，日记簿要写内页，内页的话是一跟五十一。那这样子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将来我们打开日记簿的时候，我们假如说想要知道说，哎、欸，这个借方金额一百万，贷方金额一百万，到底过账过到哪一个分类账里面去？好，那我们就可以打打开这个分类账的页次，第一页跟五十一页。 就可以马上找到这一笔分录啊，这这个这个记录，这分类账上面的记录就可以马上找得到。所以说，这个类页跟日夜啊，它是在做索引的工作，让我们很快的就能够交叉索引，也就是说，能够这个连接啊，日记簿跟分类账啊，它之间的这个记载，好，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说呢。 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分为四个步骤哈，一二三四。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呢，借方是第一个步骤，贷方是第二个步骤哈，然后呢，三跟四呢都是交叉索引的这个工作。好，有以上呢，同学就可以了解过账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过账的四个步骤好，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说这个分类账啊，这个或日记簿啊，要是说考试的时候或做作业的时候，假设同学还要再画格式的话，那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请同学来看简式的分类账，好，到底是怎么样划分？那我们现在来看，例如现金这一个分类账，那很简单，就是每一个会计科目就写在上面。那这个会计科目是现金哦，下面就画一个 T 字账户。 那 T 字账户呢？那这里面都是记载现金，所以说称之为现金的分类账，也就是说做分类会诊的工作。那上面呢就是借方，就是一月二号六千六千块，这个表示收到现金了、啊，借现金六千。再来三月一号借现金一千，好，这个一样，这个是代表收到现金。再来右边的四月一号两千块呢？ 就代表贷记现金，现金减少了两千，好，那我们只要把借方加总起来，减掉贷方的余额，像这个六千加上一千七千，减掉两千呐，是不是五千？好，那所以说呢，四月这个四月一号的余额呢，我们就知道现金的余额啊有五千，好，那这种方式呢，就是所谓的减式的分类账，好，很简单，就每一个会计科目下面就画梯字账户，好，然后呢。 记载左边、右边，左借右贷，然后把金额列示出来，然后加中起来相减啊。那就像我们刚才讲，借方的这个现金全部加中起来，减掉贷方的，就知道余额多少。那余额假设借方比较多，那我们就称之为借余；贷方比较多，我们就称之为贷余。哈，就是贷方的余额。好，我们了解了这个分类账的这个格式以及它的过账以后呢？ 接着，我们就介绍分类账啊，它的功用到底有什么的作用？首先，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显示啊，每一个会计科目个别变动的情形跟它的余额。因为我们说过啊，分类账是根据每一个会计科目来设置的这个账户，它是做分类汇诊的工作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现金都全部记载在这个现金的分类账里面。 所以说现金增加都记载在左方，那现减少呢都记载在右方，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它的变动的情形以及它的余额。好，接着第二个是可以作为编制报表的依据。那我们期末呢就根据每一个会计科目的余额来编编制啊这四张的这个报表。第三个呢是发现错误，便利这个查考哈，假如说是有发现错误的话，那我们可以。 根据这个分分类账的金额呢，来加以追踪。哈，好,好，以上呢我们是介绍是分类账的这个内容，接着我们就介绍明细分类账它的意义。这个虽然说我们设置分类账啊，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要想知道说，诶，我们更明细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举个例子哈、啊，同学就知道。 比方说，我们把货卖出去、赊销出去，都是产生债权，都是应收账款。好，那比方说卖给某甲啊，那就是应收账款会增加；然后再一个卖给某乙啊，应收账款又增加；卖给某丙，那对某丙的这个债权呢、啊，应收账款那也是增加。所以，我们卖给甲、乙、丙的话，所产生的债权呢、啊，都记载在应收账款的分类账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虽然说我们知道总的债权，但是假设哪一天呢、啊，我想知道说某乙这一家公司到底欠我们多少钱的时候，那我们从这个总分类账上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啊，为每一个客户呢，这个应收账款的总分类账下面呢，再设置所谓的明细分类账。好，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就每一个客户呢，我们为他设置 T 字账户。 然后呢，我们将从分录过账过到分类账，也就是过了总分类账以后，接着再过到分类这个明细分类账里面。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个别的这个客户啊，到底个别欠我们多少钱。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明细分类账。那其实这个明细分类账啊，是便于公司的这控管之用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例。 例如这个应收账款的总分类账，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分类账。当我们赊销给这个甲、乙、丙的时候，啊，例如借应收账款、代销货收入，赊销给甲、乙、丙的时候，都记载在这个应收账款的分类账的借方。接着收到某甲的钱，收到现金的时候，债权减少，那就是贷应收账款。但是我们说过。 啊，这样子固然知道我们的总的债权的余额呢是一万二，但是我们不晓得说我们对于个别客户啊的债权呐、啊、到底有多少，所以说很简单，我们就是为每一个客户呢设置所谓的明细分类账啊。那明细分类账其实跟前面讲的一样，就是每一个客户下面呐、啊、就画 T 字账户，那 T 字账户的这个金额啊，也就是说从分路把它过账过到分类账。 同时要过到明细分类账啊，过到假客户的明细分类账。那所以说这一笔八千，还有这个六千五，都是根据啊分录上面的这个金额过过到这个分类账里面来。讲简单一点，就是过到总分类账，同时要过到明细分类账就对了。然后呢，某乙也是一样哈，从这个分录过到这个总分类账，那也要过到明细分类账。 好，那某丙也是一样。那我们要把这个明细分类账的余额全部加总起来，应该就等于总分类账的余额。所以我刚才讲说啊，这个明细分类账的设置啊，有一个好处，帮助控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对于每一个客户的债权个别的情况可以了解以外，好，可以了解某个客户到底欠我们多少钱以外，接着我们可以把明细分类账的余额全部加总起来以后。 跟总分类账的余额应该是相等的，那我们可以相核对，好，那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过账啊，到底这个有没有过错啊？好，有以上的这个介绍呢，同学对于这个过账与分类账呢，应该有认识跟了解。那接着我们就介绍试算与试算表。首先呢，我们就介绍试算的意义跟原理。 我们都知道，当交易发生了以后，我们根据借贷法则，也就是说左借右贷，有借必有贷，借贷两相等。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做分录啊，根据这个法则来讲，借贷就相等。接着我们把它过账，过到分类账。那过到分类账的话，我们是说按照原科目、原方位、原金额把它搬到分类账里面去。 接着这个分类账啊，我们要计算它的余额，哈，就是借方加总起来，贷方加总起来，它的总额相减以后的这个余额呢，那我们把它每一个科目的余额，那我们把它加总起来，那也应该会相等才对，好，那要是说这个试算表编制出来的结果，借方的金额啊不等于贷方的金额，那就表示说前面所做的分录。 或者说是过账，一定是有错误发生，好，那我们就很容易啊，这个验证出这个前面的工作是否有错误。所以说呢，同学可以了解到，它试算它的意义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要验证的工作，哈，验证前面呐、啊、这个借贷的工作是否是正确。那同时呢是要验证说借方的金额是否是等于贷方的金额，就这样子而已，哈，就是借贷。 到底有没有相等？好，就是它的原理。那我们了解了以后，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试算表它的编制的程序。那试算表应该怎么样的编制呢？我们举一个实例啊、哦，那让同学这个了解。好，那首先呢，这个试算表一编制前呢，我们必须要把分类账上面的这个每一个科目，好，的分类账先把它核算。 它的余额到底多少？例如，这个是现金的分类账，那现金的分类账啊，我们假设说个笔的记录，哎，借方的金额全部加总起来是二零一二零零零啊，两百多万。那接着这个贷方的金额，我们全部把它加总起来是一零一二零零零，好，这个是支出的余额。好，那我们这个就称之为借方的总额，贷方的总额。 然后这两个总额相减了以后，借方比较多啊，减起来以后多了一百万，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名词啊，就是称之为借余。借余的意思就是借方的余额的意思啊，借方的余额。那借方的余额呢？那我们等一下、啊、就是要根据啊每一个科目它的借方或贷方的余额。 那汇总编制一张试算表，好，所以说这个一百万呐、啊，请同学稍微记住。那我们这个我是举现金的例子，其其实啊，公司里面所有的会计科目都比照办理，哈、哦，每一个科目的话都是把借方加总起来，贷方加总起来，看它的总额个别多少，然后相减。那借方金额比较大，我们就称之为借余。 相反的，要是贷方的金额比较大，那我们就称之为贷余。哈，好，我们前面所介绍，就是说每一个会计科目的这个分类账的余额，都先把它算出来。那算出来以后呢，接着我们才根据啊每一个科目的余额来编制试算表。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所编制的这个试算表。 那这个试算表呢？我们刚才说啊，哎，现金余额啊有一百万，要同学记下来，有没有？那现金余额啊借于一百万，那我们就记载在现金的左边的借方里面。那应收账款呢、啊，看它的借余有多少，也个别列出来。文具用品有多少？那应付账款贷方，贷方余额有多少？那这个每一个啊，同学注意一下子，都是比照我们刚才所介绍的。 这个现金呐、啊、的分类账，好，那我们去个别都是把这个借方加总起来，那贷方加总起来，算出它借于贷于的结果，然后把这个结果啊汇整在这一张表。所以说要编这一张表之前呢、啊、的工作，就是要把每一个这个会计科目的分类账的余额啊，先把它求求算出来。 好，接着把这个金额列出来的以后，那我们就把借方加总起来，假设说是 A，那贷方加总起来啊，也等于 A。好，那这个就表示说啊，借贷的金额啊是相等的。好，有以上的这个介绍呢，同学就可以了解说，这个试算表啊，编制出来以后，借方金额跟贷方金额。 在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一样的。要是说算出来不一样，那我跟同学讲，那表示说前面啊，必然是有错误，不论是分录记错了，或者说是过账啊过错了，都有可能，或者说是编试算表的时候科目余额的加总啊加错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借方总额必然要等于贷方总额，这个才表示说前面的工作啊。 是 OK 的，不然的话呢，要是不等，那就表示问题严重了哈。那你必须要可能呢、啊，要逐笔的去加以追查，表示前面的工作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来讲，公司都采用这个套装软体，或者说是这个程市来处理的时候，通常啊试算的工作呢，电脑里面会帮我们做哈。所以说呢，现在来讲它的重要性啊，事实上是降低的。 好，那我们了解了以后，接着我们介绍试算表所能够发现的错误啊。那试算表所能够发现的错误啊，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过的借贷不平衡，那一定是分录有问题，不然的话就是过账有问题，过到这个分类账的时候过错了。再来，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在计算每一个科目余额的时候有问题啊，这个是所能够。 发现的这个错误，那我们刚才讲过，现在都用电脑来处理的话，这一方面的这个错误啊，它的可能性啊就降低了很多。好，接着我们就介绍试算所不能够发现的错误。在做试算的时候，有时候呢有一些错误呢是没有办法发现的，并不是说借贷相等，那就表示前面就一定对好，没有，而是说借贷不等一定错。 那借贷相等的话，说不定还有错误。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看试算所不能够发现的错误。第一个，借贷同时遗漏啊，也就是说，很可能呐、啊，这个某一笔交易借什么贷什么，结果这一笔交易啊，可能传票丢了，结果没有入账。那没有入账的话，借方这个贷方的金额啊，都同时遗漏啊，都没有过账，都没有过到这个分类账。那当然啦、啊，这个时候。 借贷的金额仍然是相符的，但是啊，这个已经遗漏了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发现。在第二个是借贷重复的这个记录啊，那刚好相反，要是记两次的话，那过账过两次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个同额啊，这个分类账的这个金额啊，同额的这个借贷同额的增加，那这个时候呢，错误也不容易发现呢、啊。 第三个是借贷同额的错误，哈，比方说借现金贷应收账款应该是五千的，结果去把它这个借跟贷啊都记五百，啊，那这个时候呢借跟贷啊都同时错误，那这个时候试算表仍然是没有办法发现这个错误的。好，再来第四个是借贷方向颠倒，那借贷方向颠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也不容易发现错误。 第五个会计科目记错或者说是过错啊，这个会计科目本来是应该，比方说应该借广告费啊，结果去借水电费啊，那这个时候虽然说一样都是费用，但是科目用的不对，那这个时候呢金额还是相符啊，这个试算表的这个还是相符，但是问题是处理就有错误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例如哈、啊，比方说应该是借费用的。 结果有的公司做假账啊，就是借资产啊，那一样的是费用增加跟资产增加一样都是借方的，本来是应该借费用，好比方带现金借费用，结果他不借费用，而是借这个某一个资产的科目，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在试算表里面仍然没有办法发现错误的。好，再来第六个是会计原则应用不当，好那这个时候呢也不容易啊。 这个发现错误，因为借贷相等。好，有以上的介绍呢，同学就可以了解说试算表啊，其实它不是很万能，它只是在验证说借方金额是否等于贷方金额，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说过，要是不等的话，必然有错；那要是相等的话，你也不要产生错误的安全感，认为说前面一定没错啊这不一定了。 好，接着第五个是，要是发现错误的话，我们现在来看错误更正的方法应该如何的加以更正。第一个是注销的更正法，那第二个是分录更正法。注销更正法就是直接把它注销。好，比方说本来是应该借现金的，结果却把它借记应收账款，现在发现错误啊，我就画一条线，好，把这个应收账款把它划掉。 然后重新写现金，然后在上面呢、啊、盖个章，好，那就表示说这个这个记错了，好，就直接在上面更正，这一种就是注销更正法。第二个分录更正法就做一个冲销的一个分录，好，那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跟这个分录的更正法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事例，我们做一个分录啊，为同学做一个讲解，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样做更正的分录。 我们来看这个事例哈，例如赊销商品五万块，那记账的时候呢，少了一个零，不小心只有以五千块来入账。那这时候发现错误的时候，假设不想说直接注销哈，因为怕说金额改的时候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下面的更正分录。 就是说少了四万五，所以说呢，我们就补记这个分录，就是原来的会计科目哈，本来就是借应收账款贷销货收入。那我们说本来应该是五这个五万的，那只有五千嘛，所以说补记，所以科目借贷的科目是一样的，然后补上这个金额，这个就是所谓的更正的分录。好，我们本讲次的这个内容呢，就为同学介绍这个过账哈，以及这个试算。 本讲次就介绍到这儿，再见。